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到这幅场景，这太好笑了！竟然有人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堆好个雪人，然后正在铲雪的就是另外一个 super， 我们有两个 super， 然后大家现在一大早都在铲雪，哇！这整条路都是雪，真太夸张了。还好路还蛮好走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去 bakery 买早餐。Bye.